作为一个外国长大的男仔，圣诞节在外国不单止是最大最大的节日，更是家人会一起过的重要时刻。坦白讲，我本身都未试过在香港过过 Christmas， 但是知道香港的圣诞节反而比较浪漫的一个节日来的，比较重情侣之间的互动。但如果看看欧洲的国家，好像德国这样，就知道圣诞节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恐怖神秘的意义。 Why would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 that's me, want to eat a distasteful little miser like you?Krampus 在中欧文化都是一位同圣诞老人作为一个对立的传说。故事是这样说的，圣诞节如果小朋友是乖乖地的话，圣诞老人就会一代一代礼物地送给小朋友。但是如果小朋友是曳的话，不但只会是没有礼物，反而是捉小朋友回去这个恐怖现象。各位暗友大家好，又是我暗网仔督督督打卡。大家好，又是我阿望，就是祝大家圣诞快乐。Krampus 和魔鬼一样，外形是视乎想象力而变。网上也有以 Krampus 为主题的网上社区，当中有影片说可以召唤这种的怪兽，但是我觉得不是太可信。反而 Krampus 社会这个次文化就越做越大。Because it's something cool and it's dark and I like things that are dark and scary, so something different to do. 其实 Krampus 来源的最初，去到十一世纪，魔鬼形象的 Krampus 来自异教徒，是被施巫术的教徒供奉的对象，是魔法的象征。但到十二世纪天主教当道，名为 Krampusnacht 去供奉 Krampus 的节日，就是这样被禁止。阴谋论就是说，近年会有同异教撒旦教有关系的主流媒体经常地 promote Krampus 这样东西，不是只是他的 symbol， 但是电影啊、电视剧任何都会见到这个怪兽，甚至撒旦教的标记都会在那里出现。而天主教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下就变得邪恶，变得过时。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在美国街头见到 Krampus 追人，好像很开心，玩得很开心，大家要记住他黑暗的背后的最终意义。 Krampus 受欢迎程度近年最大的跃进，可因为2015年尾出了一套叫 Krampus 的恐怖搞笑电影，跟普通的鬼片或者恐怖电影都一样，经过一大轮的难关之后，最终他的主角和他家人全部都是没了事的。但是只是个结尾最后一幕， Krampus仍然在个水晶球度监视主角一家。嗱，这个水晶球就可以话是电影的剧情，但是小朋友被人监视绝对不是一个新的概念。Are you the ghost of Christmas future? Please speak to me. Tell me.2005年推出的 Elf on a Shelf 图画书就有这种的概念。这个 Elf 玩偶原意是帮圣诞老人观察哪个细路是 Naughty， 哪个细路是 Nice， 每年会根据小朋友的表现分开各人到不同的名单。阴谋论就是 Elf on a Shelf 是想去图化小朋友去接受一个极权的社会。阴谋论家认为圣诞老人就是白人父权社会的象征，而他的 Elf 就是 Police State 的象征。目前的玩偶已经卖超过600万份，这种除去私隐界的模式，如果一代一代影响下去，就会变成真人版的1984。 What is troubling is what the Elf on the Shelf represents and normalizes. Anecdotal evidence reveals that children perform an identity that is not only for caretakersBut an external authority as well. Elf 本身亦都有人话佢夜晚自己会喐。So this is not an internet story. She sent me an email about this elf on the shelf, and the title of the email was, "My elf on the shelf is possessed." But when they would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e elf on the shelf would be doing really, really creepy things. When the elf on the shelf woke up.In a pile of shattered pictures. 美国网上对 Elf on a Shelf 有好多好多嘅批评啊，好多父母都认为呢一种嘅教育儿童嘅方法已经过时，呢个同佢哋所称嘅 Santa Lie 系一样噶。Who are you? Why? I'm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ast.嗱，咁我之前就啱啱讲过呢个 Santa Lie 啦，我本身都有好多朋友外国人嚟嘅，其实当佢哋知道 Santa Claus 唔系真嘅时候，
唔再信 Santa Claus， 但亦都唔再信其他嘅童话。但系如果我而家同大家讲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系真嘅，又点睇呢？明 Saint Nicholas 嘅人物真系喺历史上存在噶，佢喺200-300 A.D. 一位土耳其嘅主教牧师，佢系好多 Christian 心目中嘅一位圣人，其中佢最出名会做嘅好事就系会秘密地周围去派礼物，而呢一个行为就系佢成为圣诞老人嘅前节。但系如果大家睇过圣诞老人本身，佢肥胖嘅身体、雪橇、佢嘅飞鹿，同埋佢住北极呢一件事，点会喺由嗰度变到呢一度呢？其实呢一个系同红色有关噶。早于1920年，可口可乐公司已经用呢个形象嘅圣诞老人去卖广告。1931年，广告公司职员 Hayden Sunbloom 画咗第一个完整嘅圣诞老人。1931年至1964年，一个肥肥地、开心嘅白须老人送礼物俾小朋友嘅广告，全球都可以睇到。所以下次你见到圣诞老人嘅时候，明白佢同童真、幻想、善良同埋 Saint Nicholas 呢个圣人系完全冇关系嘅，而系只系一间广告公司嘅职员，佢本身嘅创作同埋最想嘅就系你饮多啲佢哋牌子嘅汽水啊！谁又骑着那绿色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由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明晨雨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伤口。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喝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Peace.